小黑，你怎么啦？咋啦，老妹儿？小黑好像生病了。那我去给他买药去。那，给你。辛苦你了，哈皮。你在哪儿买的呀？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就在门口啊！你听听，现在还吆喝呢。What? 你们说用的人家音乐，我给你们听一听，我现场给你们放一首歌给你们听一听啊，听见没呀？该怎么办啊？是红烧好还是清蒸好呀？就一个包子了，沈小度，咱们把这个包子给咱们的一家之主给哈给吃吧，来哈给你吃吧，快吃吧。走了，他走了，咱们吃烤鸭，快快快，老妹儿把烤鸭拿上来，烤鸭，来来来来 来，给沈小度一个腿，鸡腿，一个腿，我的鸭子，一个腿，来来来，我。哈给100块钱，还有一根肠，你看你选哪个吧。好，要100块钱啊！行行行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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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沈小度，一根肠，一根肠，还有100块钱，你看你选哪个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哎哎哎哎，这不能吃。来呀，过来呀，哈给，给你个好吃的，快过来。来呀。哦。今天我终于把它三个月都不肯洗的狗给洗了，大家来看一看它的尾巴。你们说等它下班回来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嗯，我们一起等它回家吧，真好。